Hello， 大家，我是 Sophia 吉他乌克丽丽英文教室的 Sophia 老师。那今天呢，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两本，分别是陈玲英老师所编著的《轻松弹乌克》一，以及他与简之佳老师所编的《轻松弹乌克二》。那这两本书呢，都是我们台湾国内乌克丽丽检定、布拉格检定以及维也纳检定必考书籍。那布拉格检定呢，总共有13级，那维也纳检定呢，总共有15级。它数字越大，就是越初阶越入门。那它总共呢，级数它的使用级数呢，可以从第15或13到第5、6级，所以它的级数可以从最入门到最中间的级数。所以你买这两本书回去，你可以用的时间非常久，所以非常适合刚学乌克丽丽的小朋友，或者是刚接触乌克丽丽的成人来使用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它里面书的内容。那第一本呢，轻松弹乌克一呢，它是儿歌与圣诞歌的歌曲集，它是由陈玲英老师所编写的。好，那它我们先来看前面的目录，前面录目录。它总共分了，来，第一部分是儿歌的单音。单音呢，那有哪些歌呢？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常听的，比如说玛丽小绵羊。当然前面是空弦音啊，或者 C 大调爬音阶，哆来咪发嗦爬音阶。还有就是玛丽小绵羊，还有不倒翁啊，伦敦铁桥，小星星，小天使，奇异恩典。就是我们常听的那些歌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捕鱼歌，母鸡带小鸡，母鸡带小母鸭带小鸭。好，三轮车下雨歌，然后甜蜜的家庭，王老先生有快递，我们小时候常听的中文歌曲的儿歌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些是单音的部分，大概目测大概有三十首有，看有没有数，应该帮你们数一下。好，那第二部分呢，也是单音。单音呢是圣诞歌的单音，那总共到有10首左右。那有一首是红鼻子麋鹿是中文，其他都是英文歌，那也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那些圣诞歌。这边就是单音，单音就是什么？就是旋律音，就是你比如你弹小星星就是哆哆嗦嗦啦啦嗦的旋律音。接下来第二部分是什么？有和弦版。什么叫和弦版？其实就是指弹版。就是小朋友他除了可以弹单音之外呢，他还可以把单音加上和弦一起弹，就是我们的入门和初阶的指弹。好，那总共有哪些歌曲呢？是跟前面的儿歌还有圣诞歌有部分是重复的，重复的部分还挺多的，可是没有关系啊，因为你前面的单音你弹过，变成你那些歌的单音你很熟了，对不对？你再来衔接它的和弦，把它变成指弹曲、演奏曲，你才会更熟啊。不然你一直接触新的，是小朋友或初学的成人呢，其实如果一直接触新的，他们其实也很难把它弹到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编制是非常好的，把你已经学过的东西再更深入的把它弹得更好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他对他除了有儿歌的指弹版演奏版，还有圣诞歌的演奏版。那圣诞歌也是我们刚刚弹过的这些单音，但是有几首是不一样，好，有一两首是新的。好，那我们看看里面的内容。它里面内容呢就会像这样子，会有五线谱，上面有五线谱，然后下面呢会有乌克丽丽的四线谱。好，然后呢还有和弦图让小朋友看，所以这个非常好。然后呢还有比如说它的两拍的地方啊，会把那个比较长的音圈起来变两拍，那你知道说哦是两拍，然后看你上面，看你上面的五线谱就是它的拍子的数字。那它的版面设计的非常干净简洁，字距呢也非常的大，字也很大，所以它是属于非常好阅读
不伤小朋友眼睛，对中老年人、银发族也非常好阅读的乐谱，特别是像我们这种有没有带点老花的少女来阅读，也是非常好阅读的。那如果有来这边上课的小朋友和成人都知道，这本书呢，也是这两本书呢，都是我们上课会使用的教材之一。那这两本书呢，老师都有帮他打电子谱，所以我们有上课的曲目，老师把它打电子谱，并且有双手清晰的弹奏示范。所以呢，来这边上课好不好啊？当然好啊，因为我们电子谱呢，就老师会帮你把音乐抓下来了，你就不用上网查，比如说什么念故乡棕色小茶壶的音乐是什么，怎么弹，因为老师会帮你把音乐抓下来，或者是我们的电子谱呢也会把音乐播放出来，那你就知道这首歌怎么弹，音乐是听起来是怎么样子，然后拍子也是稳定的，然后老师也会跟着电子谱弹给你看，拍子也是准的。好，所以一定要来上课哦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好，所以看它里面的歌是非常多，那它到了它的单音啊，总共它总共页数有大概103页，但是它光单音让小朋友弹单音呢，就是爬那个哆来咪发嗦啦西哆的音阶呢，音阶就有60左右，所以大概有2/3就可以让小朋友弹哆来咪发嗦啦西哆，或嗦咪咪发瑞瑞哆来咪发嗦嗦嗦，这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啊，如果家长让小朋友就来学乌克丽丽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不喜欢他一天到晚打手机、打平板、打电动，你就要干嘛？来，小明太闲，对不对？去爬那个，因为老师会教四线谱嘛，对不对？如果小朋友会看四线谱了，然后你就跟他说：“那叫小明把那个这本书拿出来，从第一页弹到最后，弹到第60页，带你跑过一遍，因为他们会看四线谱，会看拍子，就。”而且这些儿歌呢，都是我们网络上可以找得到的音乐，那你可以先把它找出来让他们听，然后他们就可以就是把它弹出来，就看着数字，就算它里面的歌大部分都是 C 大调，大部分大概也是2/3的儿歌都是 C 大调，那有一点点是 F 调，然后有一点点是 G 调，所以不管他有没有学过 F 调或 G 调，那大部分 C 大调他们都可以按照上面哆来咪发嗦把它弹出来。好，那除此之外呢，除了这一本书，那我们还有另外还有第二本，第二本它的难度呢就比第一本来的难一点，它是属于大概是检定的中级，是我们大概弹奏的中级，稍微偏中到中高级一点点的书。那第二本呢是简之家跟陈林英老师所一起合编的。那简之家老师呢，他第一本和第二本都有拍成那个 YouTube， 放在 YouTube 上面，但是好像没有每一首都拍。第一本呢，他好像那些单音有大部分都有拍，然后第二本呢也是大部分也有拍，但是有的只有音乐没有画面。那所以大家到那个 YouTube 上面也是可以搜寻得到这两本书的音乐和一些弹奏的那个手的示范。好，那第二本轻松弹乌克呢，它就是经典名曲集，第一本是儿歌与圣诞歌嘛，那第二本就是经典名曲。它所谓的经典名曲呢，除了是乌克丽丽比较常听到的歌，那也许也是有的是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民谣老歌，比如说 Crazy G 是我们乌克丽丽必学的歌嘛，然后还有小白花、平剧、梅花、茉莉花，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老歌，然后罗曼史、鲁冰花、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，其实乌克丽丽常听到的歌，那孤恋花、萨库拉、雨夜花、童年、花飞花龙的传人，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小时候我们这一代小时候常听到的中文老歌民谣。好，那除此之外，还有它是还有个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是那个迪士尼的狮子王的歌。那除了这些名曲之外呢？全部都是指弹曲哦，它的名曲是指弹曲，它已经没有刚刚的那一本的单音，所以它全部都是演奏曲哦，所以看它的也比较看起来就是比较难度，对哈。好，那除了这些呢，它还有第二部分，第二部分是什么？考试的音阶，音乐系考试的音阶，比如说后面的什么是 C
C 大调和 A 小调， F 大调和 D 小调，就是我们考检定的时候会考的，降 B 啊 G 小调啊这些。那如果小朋友不知道那些音阶要弹什么，就在这里，答案就在这里，就跟着弹就对了。好，那所以这两本书呢，就是无论你有没有考乌克丽丽的检定，我都非常推荐家长或者是初学乌克丽丽的成人把它带回去，特别是如果你是以后想往演奏弹奏发展的成人或小朋友，你一定要把这两本先弹过，不管是单音或者是入门的演奏曲，或者是入门到中阶中高阶的演奏曲，你可以先把它爬过一遍。那如果有问题不会弹，可以来找我们上课好吗？那今天就帮大家介绍到这边咯，拜拜。